变文学，也是因为作家写的都是台湾的故事，我们每一部也有漫画，卓剧场全部八部都是台湾作家的作品改编，一直被大家认为说，哎呦，就是一个鬼片导演。但我觉得回到自己很想要挑战的，我觉得还是惊悚悬疑推理，因为他从台湾冤案出发，又讲到推理，我觉得这些东西都会很吸引我。请锁定台湾名人堂。